炙热嘛，你得有点刺激的，有点有力量的东西，摇滚乐就是这种东西。我们就是想唱歌，喜欢唱歌，我们真的不想失去任何一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。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团体竞演舞台，国风一定要有它的一席之地。我们想在这个舞台上挥洒我们的青春，在这个舞台上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实力。我们不被定义，我们来称霸舞台。